个，这个是苍蝇国王，然后这是苍蝇，这个是青蛙，苍蝇国王只有一个，然后苍蝇会，苍蝇，然后青蛙会有三只，其他的都是苍蝇。然后呢，苍蝇跟我是，苍蝇跟青蛙是敌对的。然后呢，青蛙呢，它要消灭掉青蛙国王。虫国王。苍蝇国王，好，苍蝇国王。就是等一下，青蛙呢要把苍蝇国王杀掉，这样子这群，然后这样青蛙就赢了。然后如果苍蝇跟苍蝇国王把全部的青蛙都杀掉，那苍蝇就赢了，这样懂吗？懂吗？目标就是苍蝇阵，苍蝇这虫虫的阵营要消灭掉青蛙，青蛙的阵营只要消灭掉虫虫的国王，青蛙就赢。这样懂吗？好，然后我先发牌，大家先自己看，然后不要给别人看。这是身份卡哈，等一下是想要厮杀的依据哦。身份。等一下就是我们厮杀的依据，所以如果你被我看到的话，我就会想杀你。待会官主自然有办法知道你的身份。消失一张生命卡，但是如果你猜错了，就是你消失你生命卡，你生命卡就要出去让大家猜。然后呢，
第二轮，等到要换你猜，你又猜错的话，你就是死掉了。死掉了。这样懂了吗？懂吗？他实际执行一次。好，我们请问国王。来，看你要从哪里开始。这个。还有，你们记得自己的身份，要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。然后呢？你要直接看还是直接出去？然后呢？你不能说你没有看你就传出去，这样子比较有。你要看这样子是你吃亏，我跟你讲。假如说他假如说那张牌真的是一，然后他只出这是六，然后你出去说这是一，然后你说这是一，你猜什么？对，你看过你再传出去。你没有猜的时候，你就拿起来看，然后你再传给别人。你要猜还是？然后老师告诉你们一个保护人家的小技巧，你要保护一个人，你要怎么做呢？就是不要让这个人在最后面才拿到的，因为最后面，因为越后面他就只能猜了。那所以呢，你要保护一个人，你要怎么做？你尽量让他早一点拿到牌，不要让他留到最后。啊，可是呢，如果你要攻击一个人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尽量把牌传给其他人，让他最后一个猜，他就很容易死掉。你就会感受到让最后一个要猜的那种恐惧感。那你要直接猜，还是看一下，然后传给下一个？然后猜的话就是生跟死可以。来，有传过的举手。好，这三个不能传的。看你要传给谁。平常跟你很麻吉的人，说不定在这一场游戏跟你是敌的状态哦。说不定你们两个是敌人。那你要直接猜，哎，你已经看过了，那你看你要传给谁？还有我们三个。自己想做。对，但是我们只有一到三哦。你说这是四，我们要猜，这不是四。瞬间死掉。你就直接死掉哦。你最后一个哦。来，所以呢，你们看现在哦，如果最后一个的话，最后倒数第二个的话，他只能跟他对决或跟他对决。他最后一个的话，他只能猜。所以呢，倒数的这两个，他们都是很危险。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这是一。你只能猜了，抓。
所以记得要保护好这一张牌。这张卡非常重要，你看你输了你就不能玩了，你知道吗？你都看其他人厮杀。我就看其他人厮杀也还蛮好玩的。你都没有看过，你都没有看过，你就要传，你很厉害。哦吼吼，这是四，没有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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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是四，哇，没有，他看，只有一二三，他看了才，他看了才翻过来，可惜，哇，我不接他了，哇塞了，刚刚是谁先发牌的？他先跑的，不是他，那是，他刚刚死掉，所以他刚刚是他从国王，不是啊，刚刚那张牌是从他出来的是吗？可是不是他抢给他，然后他死掉了，所以他死掉了，所以他死掉了，然后他没牌，所以是有国王先发一张。好，那他死掉了，因为他不小心死掉了，我们看他的角色，看虫虫们有没有错杀，青蛙们有没有错杀？我觉得那是青蛙。哇！哇！我跟你讲，他两位同伴要死杀他。如果你们灭掉的话，就是我们重重的。理解了哈。如果你们要，就是想尽办法杀掉国王，你就要必须保护你的同伴的性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要保护。对。同伴的性命。我还是有点高。你不行了，你死了。你现在就是关善。然后你就可以，你就可以发现到。虫虫哪些？你已经知道青蛙是谁啦？虫虫就要去观察谁是青蛙。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难查到，因为第一次他们不会玩，第二次大概就知道了。我知道谁是青蛙。你还知道另外一只谁是青蛙吗？哦，好厉害哦！有人已经慢慢知道青蛙是谁了。这是二。这是一，不是，这是我传出来的。哦，这是一。这是二。啊，剩下他，看你要传还是猜。哦，你死了。讲大声一点，都没有人听到。好，来，换你手上的牌，看一下，然后呢，传出去。除了你以外，其他人都没有传。看你要传给谁？被我看见了。要不用传，这是一，好，他们两个，这个是三，这不是三。虫虫的势力庞大，我只要再消灭掉最后一只青蛙就可以了。不好意思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来，开始。他说，好了，他说这是二哦。请，你放了吧，你传给他。
然后那你传给我。好，这是三。他快快，他们两个去厮杀，快点。这样弄，你这样子弄过去的话，他搬开来了，那你就马上现场被抓到。这客人觉得他是青蛙，对啊，因为你干嘛点指头？这没差。等一下，你是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、你说什么？是三，这不是三。好了，换你出牌。啊，我才刚放进去。快点杀掉他！我们要全部草丛攻击他。这是一，这是二，他们就不会丢给你啊。这是二，他们就不会丢给你。加油啊！这是二，你只能四杀。哇！你死了！还没，他还没，他还有，还有一杀！快点，快点！这是一，欸、他好死 ，nice 哦。你要杀掉他哎、欸！可是。这哎，这让我们三个十三没关系，你还不能。多少？这是二。你要留我们两个。哎，你看我最后一个。啊？我是最后一个。对。好，对不起，你被消灭了。他被消灭了。我在洗。他剩下我们四个哎，天哪！没有。这是二，就是我们的想到，这是二，就是我们。你要跟他厮杀了，快点。这是一，最后是吗？对，这里的。说不定他其实是青蛙王，他可以消灭掉所有的虫虫。天哪，好可怕！你再说一次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。不要冲！你是一呀、啊。心电感应了，是哦。虫虫们有没有感觉到，在过程当中觉得谁是我的同伴？我觉得我一直都知道他是我的同伴。然后呢，有没有在过程中很明显确定说谁其实是我的敌人？我觉得有敌人一开始就有。好，但是呢，在我们猜某些人是我们的敌人，某些人是我们的同伴的时候，有没有出现错误？也就是说，我原本猜他可能是我的，他应该是我的同伴，或他应该。他应该是我的同伴，但是实际上他却是我的敌人。但是呢，
但是呢，另外一种情况就是，他其实是我一直觉得他是我的敌人，但是其实他是我的同伴。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？有，我就错杀他，我以为他是青蛙。你们刚刚好激动。我以为他是青蛙。青蛙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、啊？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到，其实啊，我们对一个人，我们不信任他，或者我们不信任他，或者认为他是我们敌对的阵营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会特别去攻击他？对，会不会？对。那、如果是我们觉得他是我的同伴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去保护他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在这里啊，他就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对一个人。不管他实际角色是什么，当我们是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去保护他。可是我们不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会攻击他。所以啊，在我们信的课程里面，我们对人要诚信。为什么要诚信？因为我们相信，我们对他有诚信，我们自己有诚信，然后我们也相信他的时候，那我们对他的态度。跟我们不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啊，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是要选择我们要去相信人，对人好，还是说我们其实不相信人，我们一直要去反抗其他人，甚至去攻击他。要选择哪一个？我觉得相信比较心安啦。要攻击别人好困难，因为可能是我死掉。好，所以啊，我们这一个体验呢、啊，它其实主要就是要让我们体验到这个。然后在刚刚的过程中啊，如果你，像过程中啊，我们有猜错对象，也就是我原本怀疑他是我的敌人，但实际上他是我的同伴，那会不会很懊恼？我竟然错杀了我的同伴。对，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体验，另外这个体验是另外一种可以体验到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堂体验课就到这里，那各位同学请起立。现在。